欢迎大家收睇第4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网上节目发布会，我是今日的司仪优仪，大家好。啱啱大家睇过的是今年电影节的宣传片，是由同电影节合作无间的年轻导演朱小峰先生操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令到很多电影节，包括上年第4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亦都被迫取消。今年的疫情尚未能完全消退，有見及此，電影節協會決定首度以實體和網上混合模式舉行，既提供獨一無二的大銀幕觀影體驗，亦都兼顧防疫措施，俾影迷安坐家中欣賞電影節精選的環球佳作。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將會在4月1日至12日舉行。在介紹今年的精彩節目之前，我哋有請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黄英伟先生致辞，有请主席。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黄英伟，欢迎大家收看第4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网上节目发布会。过去一年，全球因为疫情，各行各业包括电影业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去年的电影节更加遗憾地要取消。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再度回归，并且是庆祝45周年，更加首度以实体和网上混合的模式举行，以新意念开辟新出路，希望和大家一起重振旗鼓，重新出发。我们很高兴亚洲天王郭富城先生再次担任电影节的大使，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空宣传电影节，为推广电影文化出力。我们也感谢本地著名的平面设计师陈华雄先生为今届的电影节创作主题设计。他以季候鸟燕子和电影拍摄常用的收音咪两大元素，寓意香港电影爱好者就好像归家的鸟儿一样，在经历了迷茫和沮丧的一年之后，怀抱新生的希望重返电影院。今年的开幕电影有两部，第一部是由翁子光执导、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时空横跨50年的史诗式巨制《风再起时》。另一部开幕电影是由香港7位资深大导演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和徐克执导的7人乐队。今屆電影節的焦點影人是以女性電影廣受稱譽的導演關錦鵬。從影至今已經40多年，關錦鵬為華語電影創造了無數的經典作品，在國際影壇屢獲殊榮。最後，我在這裡衷心感謝所有合作的夥伴和贊助商，特別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意香港的資助，以及今日借出場地承載住100多年香港歷史的法定古蹟富衛1881公館。祝電影節順利舉行，多謝大家。人生是充滿不同的重量，有不能承受的輕，也有無法形容的重。背負太多壓力的時候，看什麼都覺得好重好重。但是如果有光，
眼前的视觉和景象可以变得很轻很轻，轻到好像一只燕子咁。所以光是充满无穷魅力。第四十五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光影交织，绽放新希望。我们现在有请第四十五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大使郭富城 Aaron 和我们聊聊天。有请 Aaron。 Hello 大家好 Aaron， 今年是你连续第三届担任香港国际电影节大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感受？是啊，今年是我第三届担任国际电影节的大使，我觉得很开心和很荣幸。我自己一向都是電影發燒友，都看很多一些不同世界各地的一些優秀的電影作品。作為一個大使更加可以，就是說除了欣賞到一些優秀的電影作品之外，都可以去跟大家去推介，可以說是賞心樂事。其實我自己呢都是電影發燒友，我很喜歡看戲啊。那問一下 Aaron， 你覺得其實一部好的電影呢最重要元素是什麼呢？首先是劇本，因為都是以劇本行先，因為有一個好的劇本，我覺得在發揮方面，我覺得就會是得心應手。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劇本，你演員演得幾好都是徒勞的。是啊，有人說好的劇本就等於成功的一半。那接著下來你有沒有什麼計劃，有什麼題材或者類型 的戲呢你很想去試？2021年度我的工作計劃其實都是一樣啦。因為上年的關係，2020年疫情就變成一個世界巡迴演唱會都要因為這樣而被迫取消啦。所以今年我也會繼續我自己做我的演唱會之餘，當然電影一定是佔據了我的工作裡面最多的時間。那真的非常期待你的大作，今天多謝你和我們的分享。今年大会选映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合共194部电影，其中包括10部世界首映、11部国际首映及43部亚洲首映。我们今天邀请了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总监尼亚博先生 Albert 和节目总监黄志辉先生 Jeffrey， 分别为我们介绍闭幕电影和焦点影人。有请两位。大家好，我是 Albert Lee 利亞博。至於閉幕電影是剛剛奪得第71屆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銀熊獎，由日本導演濱口龍介執導的《偶然與想像之輪》。電影是由三段短篇故事組成，從奇妙的邂逅、經歷超乎想像的關係，從而帶出發人心省的情感故事，是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今屆電影節的焦點影人是以拍攝女性電影廣受稱譽的香港導演關錦鵬先生。從影至今已經40多年了，關錦鵬為了華語電影史創造了無數的經典作品，在國際影壇也屢獲殊榮。他以細膩的情感觸覺呈現立體女性形象，更加以人民的角度觀照城市和時代，為香港電影以至社會的變遷刻下了重要的印記。焦點影人回顧展將會放映關錦鵬執導過的作品。我哋亦都除咗出版專題特刊之外咧，亦都會邀請關導演咧喺出席4月5日舉行嘅香港名家講座，分享佢嘅光影之路。好啦，唔該曬 Albert 同埋 Jeffrey 暢中嘅介紹。我哋而家有請今屆電影節焦點影人關錦鵬導演同我哋傾下偈。有請導演。Hello， 導演你好。大家好，你好。今天我也很開心可以親自訪問你。其實你被譽為華語女性電影的先驅，而有很多的電影我覺得每一部都是經典。你自己又覺得其實女性在哪一方面是最感性的呢？我覺得女性身上她的那個複雜性比較有趣，對我來說她可以讓我看到她很陰柔的什麼，但其實我又覺得女性俾我哋睇嘅一定唔止淨係得陰柔嗰面，喺佢哋裏邊亦應該有一定嘅強度同埋韌度嚇，先至可以 deal with 佢哋嘅生命。咁與此同時啦，咁其實你嘅戲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女主角啦，有冇邊一個到而家都係我特別深刻嘅？
可能佢已經離開咗，我特別掛住佢啦，就係、是、梅艷芳。嗯，點解嘅？《胭脂扣》其實最初嘅導演唔係我嚟嘅、嗯，最初係阿唐基明導演嘅。咁不過搞太耐，咁結果佢即係離開咗個 project， 咁啊結果揾咗我。咁其他配套嘅演員咧，鄭少秋啊、劉德華啊、鐘楚紅啊，都離開咗劇組啦。係梅艷芳守住個角色，因為佢太愛如花呢個角色。我成日覺得一個演員能夠咁樣喺度等呢個角色，佢太愛一個角色。嗰種愛是可以做到很多嘢嘅。咁今屆電影節啦，會放映所有你執到的電影啦。有冇邊一部你自己話喂，你一定要看嘅，特別推介噶？我自己個人咧係比較喜歡《地下情》嘅、嗯。我第二部戲，即係嗰陣時我廿九歲嚇，但係。不知點解可以好似好老成持重咁樣去拍咗一部咁嘅戲，仲係喺嗰陣時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係處喺一個商業取向非常高嘅大環境底下。咁我其實我呢度要多謝幾位朋友嘅，我覺得因為投資係德寶電影，咁我除咗要多謝梁太啦、梁李少霞啦，地下城嘅劇本能夠得到通過。俾我拍咧，一定係同德寶有兩個智囊，一個陳建芬，一個陳冠中，佢哋負責睇劇本嘅，我相信嚇對呢個劇本嘅認可好有關係。正所謂千里馬都需要伯樂啦，亦都先至可以成就到咁多嘅經典。今日好開心啦，同導演你傾偈啦，咁啊非常之期待喺今屆電影節睇到咧你執到嘅電影。想知多啲關錦鵬導演嘅心路歷程，千祈唔好錯過四月五號舉行嘅香港名家講座。此外，協會今年再度同 Moleskine 攜手合作，為香港國際電影節推出焦點影人關錦鵬特別版筆記本，向呢位別具一格嘅導演致敬，極具收藏意義。好啦，我哋再次請翻 Jeffrey 同埋節目策劃謝偉烈先生 Alfred 為我哋介紹今屆電影節嘅其他精彩節目，有請兩位。今年我哋亦都精選咗多部咧享譽國際嘅最新得獎作品嘅，其中包括咧，譬如黑澤清奪得威尼斯最佳導演嘅《間諜之妻》啦，美籍韓裔導演鄭一素嘅《濃情家族》啦。榮獲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特別獎的俄羅斯導演安德烈·甘查洛夫斯基的《親愛的同志》，紀錄片大師弗德烈·懷斯曼的《波士頓市政廳》，還有祖安·法蘭高·羅西的《天涯夜曲》等等。另外，為了紀念澤東電影成立30周年，今屆電影節特別呈獻《澤東三十念念不忘》，為影迷帶來四部全新修復王家衛的代表作，包括《墮落天使》、《春光乍洩》、《花樣年華》同埋2046嘅精彩嘅電影咧，係可以話多不勝數嘅。大家好，我係 Alvin。為咗慶祝日本歷史最悠久亦都最具影響力嘅電影公司之一松竹影畫嘅100週年，今屆電影節咧特別呈獻紀念節目，精選溝口健二、小中安二郎、金川昌平同埋山田洋次等等，由上世紀30年代到2000年間，一共10部嘅大師代表作。等影迷可以回顧松竹影畫的輝煌成就。除了修復經典環節的伊朗電影之外，我們今年亦都新設伊朗新電影的專題，搜羅這一兩年間多位新晉導演的新作，在題材上面和內容上面都有很多創新的地方，他們都銳意革新伊朗電影的新面貌，為伊朗電影揭開新的頁。另外特別為年輕人而設的奇幻青春，今年亦都精選了多部人氣的作品，包括美連達祖利的偷黑拐騙一家人。日本電影方面有《敗犬拳王》、《他和他的戀愛花期》、《只能唱的心聲》以及《永遠被那些笨蛋年輕》等等。多謝兩位詳盡的介紹。為了紀念電影節踏入45周年，大會今年亦都推出限量珍藏精品套裝，我們會聯成 TeamMaker 推出電影節 T 恤，即日起可以在 TeamMaker 網站訂購。協會一直嚴謹遵循和配合防疫措施，今年大會聯成香港口罩品牌 MaskLab 推出電影節45周年別注版口罩，
即日起可以在 MassLab 網站和實體站訂購。電影節今年將會繼續提供28元特別優惠票價給學生、長者、殘疾人士和綜援受惠人士，舉辦免費社區放映會，並繼續為外語電影加設中文字幕。今年電影節將會在3月18日，即是下個星期四上午10時開始賣票了。除了抹低日子和時間，大家還可以用電影節的手機應用程式抹低你的心水電影，快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尋 HKIFFS 下載吧。今日的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網上節目發布會已經接近尾聲，我代表協會在這裡多謝所有合作夥伴和贊助商，亦都再一次感謝香港歷史法定古蹟富衛1881公館今日借出這個咁靚嘅場地，最後更加多謝咁多位收睇，約定大家4月1日至12日電影節再見。